热量，这一餐不止健康美味，还有慈济志工的爱心。农历七月吉祥月将至，桃园平镇五个里的里长和志工联合举办素食推广，呼朋引伴，扶老携幼。真的习惯吗？志工们使出浑身解数，唱歌跳舞，传递的是蔬食、环保、爱地球的观念。原本只是想来看一下的刘启镇，这一待待了好久。家住在这巷口里面而已，对，那我就刚好就是听到里长的广播，然后就想说来门口看一下，没想到。一进来就想说，这是个蛮有意义的活动。那个过程，他也知道到说，宗教的力量在对社区的人的心灵净化是很重要的。不管你今天认不认同我们佛教，可是我们就是教你一个好的观念，跟一个付出的机会。许多人连树响应蔬食，一起为社会祥和祈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桃园报道。人人如素救地球，证言上人在。